预赛第二名，这次也是有望获得一枚奖牌的选手。 手三周，阿克萨两周摔倒。 后外结环三周，接后外点名两周，再接后外结环两周。 三号分票起空了，阿克萨两周夹金跳，再接三号夫的两周。 赵子璇，那么她也是我国现在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女子单滑选手。这次虽然有一些跳跃的失误，但总的来说还是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。在之前结束的。
短节目当中，成绩是排在第二，获得了一枚银牌。 因为海拔到的原因，所以呢，选手划完之后要稍微喘息一会儿，才能继续来完成谢幕。赵子璇是一个身高特别高挑的选手。 在女子单滑项目上，接近1米7的个子，算是很高的了。这样会对她的比赛和跳跃带来不小的压力，这要靠选手自己来克服。 最后成绩101.41分，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一位。下面是最后。